据台湾媒体报道，陈妍希倒数九天将在北京和老公陈晓举行婚礼。小两口今天送出喜饼和喜帖给亲友们，和大家一起分享他们幸福的喜悦。喜帖内感性写道：“心愿是如初见，不相忘把手牵。初次见你，你笑得羞涩的像个大男孩；初次见我，树林里蹦蹦跳跳向你走来。未知那一年让一生改变，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”两盒饼干礼盒外印满小兔子图案，十分可爱。喜帖封面也是一对小兔子相依偎坐在长椅上的图案，浓情蜜意，处处显露小两口的创意与巧思。陈妍希选在夏天举行婚礼，理由是怕冷，所以希望婚礼能在温暖的季节，也曾说希望能在教堂结婚比较浪漫，喜欢海，所以很期待地点能在海边。不过19号的婚礼因配合陈晓还在赶拍戏的关系，选在他片场附近的饭店举行，可见他的细心体贴。小两口19号将在北京宴客，21号台北办归宁宴，北京场由男方负责，他筹办台北场，都想给对方惊喜，亲友及粉丝都相当期待。